幽宫点点无人待，清风夜雨无心情，素还君无情天寒，犹太人来。雄衣端着数多王金，寒下一袭片铁路。父亲，请我都交好点好吗？我这转让不上，有感觉到时间的存在呢。你两名同志十分的机灵，想怕我无聊，一定因我对对啊，生生死十分的趣味呢。哦，小鬼头出对这个能力，又能得到国相指点，相信是一日千里啊。我让他一日千里，伊让我度日如年，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垃圾，情有十需要就是了补偿。哎呀，听起来似乎就是受了委屈了，那不得国相希望得到怎样的补偿？为了心思，哦，国相故事一段落，就在此时，苏文君，我们现在感谢你这段时间的救助是温柔。嗯，是杨红。这种中气十足的声音，看来阎王已全然恢复光体了。紧张紧张紧张，阎王失踪前来，苏文君该如何面对这来风浪？为何你今日失意还庭？我还是了了。但阮无兄却无释怀，伊虽然不识你，便由他解决，所以你想生我，现在动手之前，我也不愿对伊心脏的动手。但这件事是要解脱，现在起，我发起了动作指令，也做出凶狠的动作，警察车可严通过，我便作罢。第四路，我连永远的错误只有三次。有你同不归可言，永将绝不留情。你是人心相求的人，我问修天相求的歌，提起右手，提起左手，抬球低球跳起之后，怪我对付高招机会，以招数欺欺独后机，你的想求一切付出代价吧。如何将一首兵归西，无用夜中灭星的凄离，风的温度又在我上淡淡的离别相比。嗯，我只想只是一分滴落在此，请你将变体认真告我好吗？这就是你的决定吗？你无选择的余地，这不会决定你的生死。寒风滚雨，清溪盈凉，今夜木新娘君再临英雄亭，有一泼小路丁。我听天地明，只给红军的孤魂，林中西谷不准，要地球一起破地路，破过好，几根老枪皮。你出了军队的，却害了因，足还其他四处，顿行我个勇进之势，要化满千电流。众人，轰隆一笑，天明小的兵在万丈风云中，平人一扑。
做金牛公，这种威力，我可怜来的兄弟疼买出个分尸。红魔已经，不许天地兵已经震动。蔡义刚之前天红寒火，微波天中顿时立刻霹雳，消息清早，新婚天涯魔毒弊端，足见无家不死，天地兵危言现世，一定行阵，再岂不是无家？将秋天破，独笑为我报应。神，天地兵将你救得路，急救急救！后天修为精进一点，有数一流一救，面对溃兵进行的天地兵，有神中之火接招。并替人证再应一战，克服无情逼迫，飘渺少年要如何应对？初心布局的甲神川，今朝阴谋败露，冠秀天痛心怒极，尽挥一手剑法，有敌结果，枪技术修华猛烈暴击，霹雳剑灭之后，红亭江海路，刺客第二十章，心焦焦。